兑现马超啊，进他的槽里找他，打野很大胆啊，直接卡住他，别让他升二级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刮你一下 ，A 你一下。好，不抢二级了就行了，你走吧。我放你走，你不走。哥已经二级了，想捡枪吗？想捡枪，踩 A 二，大残。好，补伤不假。好，打野已经顺风了，反了个蓝，可以，节奏不错。像他这种蓝直接反成功，蓝被抢了吗？我们直接把他鸟吃了就行了，他已经没空打这种小野怪了，知道吧？要被蹲了，哇靠！哎呀，这波拉屎也拉的，差点就嗝屁了。你小子亏兵吧你，卡的线，这波必须得卡的线，差点就嗝屁了，我看你咋吃，兄弟。这线已经亏了，卡死他。好，已经亏一个了。OK， 没吃到。他刚才经验比我高的，现在我操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完了，中计了。中右两个，给他爆个点，这俩人跑太快了。哎呀，对面这俩英雄太快了。支援一波，这里应该蹲得到马超啊，跟我想一块去了。我先扛两下，好，让队友杀。四分钟了，可以推塔，把塔推了。狼刷了，漏了四个，韩信可能在打狼，没在。马可下来了，过去给他抢了。他们肯定要先动手，我不先动手，我等一下惩戒给他抢了。哟，被发现了。韩信没狼了，说明这个狼快刷了，别上啊！我靠。跟不上的呀，这波拉的太好了，但是队友离得太远了。我靠，蓝抢了没？蓝被抢了。没人带上路，我就去带上路。除了韩信，其他的经济都基本没我高了。等一下可以单打马可，应该杀不了他。0-3，对面漏了，我们跳一个大墙，先溜一下。这个张飞可以杀，替他挡一下。OK， 马超要过来了，卡住他们，先卡住，让队友先撤。追上了吗？糟了，哎，这马可把位移全叫了，杀了他。大招一开，糟了，快跑快跑，被拉脱了。你他奶奶的还想杀我家队友，别，我没状态了。韩信复活了，韩信可能会来打我，但是我大招好了，假装一副要守的样子，实则是为了杀人呢、啊、去哟，我操，韩信了，标记一下。韩信要去带下路，我们去下路也带一下。马可不足为虑啊，马可经济很低的，而且很身上没红，菜 A 二能吸住吗？可以，他死了。十秒钟一个打，我操，有蓝 buff 真的很爽啊。你敢亲吗？真的很爽啊，应该是吸不到，不敢跟我打。真伤消耗一下他，
只是消耗，别认真啊。呀，这都能吸到，有点离谱啊。好，都去守下路了，我们去中路卡一下人。算了，带线带线，打出个大招就行了，不好杀的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又出事了，救一下救一下。我靠我靠我靠，里面五个人，我来了我来了。看一下马可位置，看一下张飞，我就杀你小飞飞，就你好欺负。龙要刷了，把下路线带好。哎，这个鸟就很会玩啊，一直带线，对面线一直是不如我们的。韩信应该在打了，应该是没了，他没闪现。哎，刚才逼出的闪现，两区应该要开吗？这条龙可以拿的，经济一号位了。他现在完全不是我的对手的，如果想打更好，能拖住他更好。你想打你肯定必死的，兄弟，跟我打。应该是来人了，往这边卡住，漂亮，他死了。反甲炸死你，利用防御塔炸出来我的反甲，这个蓝没了。哎，他没大了，我操，这三线你干嘛兄弟，补个攻击装啊，对面爆发不是很高。先跳别急，想大过来直接开大，一副要跑的样子，其实我是为了吸引他出来跟我打。你真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啊，我笑了。难怪突然韩信想抓我了，家伙出制裁。听话了，嘿嘿，我笑了兄弟。你们怎么打？一v一被拿捏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卡住韩信位置。制裁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猛啊？制裁，马可，你他喵的有点嚣张啊，臭小子，给你嚣张起来了。完了，第一波试探我们家完败呀，直接被打成这个鸟样了。我得救我得救，我操我操，糟了，后排全被杀空。快把线断了，我靠，马可没大，嬴政死了，韩信偷龙，我觉得可以打。你他喵的行不行，全没状态，我和鸟我俩是真的硬。糟了，鸟被玩了，你不硬了。我把红给马可抢了，马超怎么拿红啊，臭马超。哇，我们家怎么都是对面的人呢、啊、我靠，等我等我，点一下我的复活时间。喵的，我们家四个对面的人，
鸟玩的挺好的，但是小乔老是被冲烂呀，你替他挡一下呀。他没了，哎呀，被冲烂了呀，闪现，哎呀，没人追，哎呀，你看见了。别给马可呀，这个红。哇靠，太多人帮他了。算了，我保护一下小乔吧。诶，蹲得好。对的，蹲得很好啊。一波。我操。先把他赶跑。好，他没大了。一波一波，嬴政被我打出个大招，我操，我这波太细了。啊，龙没龙被拉脱了。啊，你们这些傻瓜！我吃我吃我吃，都闪开，谁都不许吃这个炮弹。拿下拿下。